南韩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首度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五位成员展现他们的亲和力，也嗨翻所有粉丝了。在台湾第一次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不止一出场现场嗨翻，五个人还扭动身体和台北粉丝打招呼。人气王的李光洙被 Q 到谁是他最喜欢的成员，李光洙喝了口水，表示要用亲脸颊来示爱，也掀起整晚高潮。被亲到的实习生也吓了一大跳，一旁的金钟国看到可是好吃味。而人气暴涨的宋智孝跟另一位固定班底 Gary 互动暧昧，被问到有没有要和 Gary 在一起，宋智孝倒是羞红了脸。吓了粉丝一大跳，原本以为要大爆料的宋智孝笑说，两个人当了星期一情侣太久了，还是保持现在关系就好。 Running Man 来台和粉丝见面，虽然只有五个人登场，但高潮迭起，也让人见到大明星也很有亲和力。记者郑仁宗、黄淳、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